我上班上龙的朋友们大家好啊。那今天安排的是一首西洋老歌啊。那这首歌呢大概在40年前卡本特兄妹两位。当然他们特色就是二重唱嘛。那这个节奏就是比较慵懒的歌啊 ,slow swing 啊。啊它的重点是最后扩大的部分有和声。编曲的方式是原本是一样啊，它会好比说以 C 调来讲啊，间奏的时候呢就会升半 key 啊，我是用 D 调啊，最后啊间奏之后呢我用到降一啊，这首歌我会用的是比较上滑半音噔噔啊，还有下滑噔噔啊，都是用这种方式的吹法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Close to You。